身處喺台灣嘅高雄啊，準備出發去呢個東港碼頭。而家呢個時間交翻俾香港嘅 Stella 同大家講下今朝嘅情況先。Thank you. Hello， 咁多位，唔該曬台灣嘅 Stella。咁我而家咧身處喺機場嘅辦公室，準備出發去台灣。今次就會同我大家姐姐夫同我個家姐姐坐去台灣嘅小琉球行經台東加台南嘅，係我第一次入嚟。我哋有機器喺機場隔離嘅超級貨，同大家睇下食物食到啲乜嘢啦。And I'll leave it to the universe. L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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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ve it to the universe. You're into faith and I'm into fate. So I'ma give you some space cause love ain't a waste to be on.唔該曬香港嘅 Stella， 咁我哋而家咧就搭緊的士去緊呢個東港碼頭，準備搭船去呢個小琉球。對上嗰次嚟高雄已經是2018年，嗰次係第一次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嗰陣時就去了高雄加台南。如果大家想重温啲影片咧，可以喺左邊右邊總之會喺呢度見到，可以去翻睇睇翻嗰陣時嘅片。跟住嗰陣時咧，我片入邊有講到話，希望下次嚟嘅時候咧可以同屋企人嚟啦。今次咧就會同屋企人嚟啦。我 say 個 hello 先。後面兩個我想講翻頭先我喺機場嘅哈魯士，就係咧我本身申請咗張入台證，叫我家姐印咗啦。咁我因為我本身預咗今朝咧係早啲過嚟機場，諗住去 lunch 嗰邊嘅，點知咧寄行李嘅時候發現我張台證個出生地點寫錯咗啊！國泰嘅職員好好，佢同我講話啊，註銷佢啦，註銷佢之後咧再申請過都 OK 噶啦。但係咧我一直撳啦，又註銷唔到啦，註銷到之後咧又要再申請過，申請又申請唔到啦。跟住好彩最後咧係申請到啦，然之後都可以即場印翻嘅，可以順利嚟到啦。諗住最尾咧係唔夠時間去入去 lunch 嗰邊啦，點知都有時間，我哋就嚟到呢個東港碼頭，可以坐船去呢個小琉球。唔知道有冇時間可以食呢個生魚片呢？聽講嗰邊附近嗰個華僑市場嘅生魚片係好出名。我哋登船啦！耶！好正啊！個船全場歡呼，啲浪大到咧，跟住喐下喐下。終於嚟到民宿啦！我哋而家，因為咧我哋唔識揸電單車，所以咧租電單車嗰度就唔見我哋租電動車，咁所以我哋咧就要行路過嚟呢度。好彩呢間民宿咧離碼頭都係大概10分鐘左右嘅路程。呢度就係我哋喺小琉球嘅民宿啦，專登揀咗一間稍微貴少少嘅山景房嘅房。呢個咁靚嘅景色送俾大家，真係覺得幾靚。咁跟住出面呢度有個露，應該有個露台仔，跟住有個大電視。呢邊咧，噔噔呢度係洗手間。呢個位好靚，我覺得又啱有陽光曬落嚟。我哋出發啦！加入唔係呢個係盤福子啊，因為嗰個唔係
同福子的綿綿冰。小龍頭的象徵吉祥文海龜。呢個芝士，哇、哦，超級拉絲，謝謝。咁啊，國語係講耐，咁啊，準備食完之後就翻去沖涼休息，聽日去潛水啦，再見。哇 ，Hello， 咁多嘅早晨，第二日嚟到小琉球啦，我哋先嚟食呢一个爆浆黑糖包，之后就出发去潜水啦。朝头早同夜晚嘅小琉球简直系两个世界，夜晚系越夜越精彩。好好天啊，真系好好天啊！有冇带啊？胡子系啊，你带胡子，咁我点样去啊？点解要带胡子去？因為點解要帶毛線？係咩感覺啊？個包好實滴滴，跟住都係人手搣嘅感覺。我真係唔夠，唔識開，我唔知點做。係咪真係要開？係咪真係要將？即場食好啲啊嘛！嚇！我哋已經即場上嚟㗎咯，哇！都有啲溶岩嘅，但係好厚喎包個感覺。唔知點開？嗯，好煙韌啊！喂，唔好食咩啊？呢個唔好食。這個是那些糕點的味道，味道是不是傳統糕點的糕點，是啊，很古早味道，是啊，不是那種糖記包點的包、這個不推薦完，應該差不多出發啦。我要吃綠色的隱藏版，哇塞，我吃了去了台灣。
想吃喽，好热哦。网络美食第一名，好香，佢加胡椒，哇，好热啊，好热。咖啡，你要便利商店买还是咖啡店？咖啡店。好。回香港的都。他也在那个拍 YouTube 的、啊。嗯。哇，这个好好吃，好好吃哎。超好吃的，你有加蛋吗？有啊。加蛋更好吃。对啊。嗯。哇。没有，我在学他讲那个，好吃哎。那第二名就是小蝌蚪起司饼啊，就跟刚刚那一家一样的起司饼啊，他去那边学一学出来开的啊，那你听得懂吗？听不懂啊，你再讲。他去小蝌蚪起司饼学一学，自己出来开的。所以是一样的。对，一样的。嗯。这一家慢板咖啡。好。好食好食。咖啡。试过高龄水，又有试过气泡粉，我都不喜欢。对，客人反应也觉得不好喝。真的吗？对，但是有的客人会叫我把糖拿掉。拿什么？汽水拿掉还是什么？糖拿掉，不要加糖。哦，原来是这样子。还有客人喝过无糖以后，他不觉得不加糖了。可能就是平衡和谐的味道。嗯、对对对，好，谢谢，拜拜。我是 Coffee Tony。啱啱个老板娘同我讲话，佢唔加气泡水，净系加雪碧，因为好饮好多。即刻嚟试一下先。这是啊，咖啡 Tony。咖啡焦糖不是 Coffee Tony， 就是它是咖啡，然后加那个焦糖汽水，咖啡加汽水，对，黑咖啡加汽水，然后我们在香港是黑咖啡加那个气泡水。哎，这样好喝吗？嗯，好喝。不会喝很奇怪吗？我香港就是喝那个没有加糖的，在这里有糖，好喝，是酸酸甜甜的。他来了。嗯。他真係整親腳，所以佢而家佢睇啱啱睇完醫生。佢真係好好食啊！唔好意思啊，對唔住啊，家姐。他沒有，他沒有啤酒。你食過斯必人㗎？係啊，你覺得好味啊？花椒白，好味。我想問一下，醫生每個月薪有多少？這邊啊？對啊。有沒有8万？沒有。8万沒有。没有吗？怎么可能？香港至少有10多万呢，超便宜，我就觉得看医生。这边医生薪水都很少啊。唔好意思，看医生啊。我哋而家去呢个威尼斯沙滩，司机实在太可爱啦，佢系咁叫我喺度开个港式茶楼，因为呢度冇，佢一定会好好生意。全部都是他畫的，好像我畫的，他畫都是他畫的，前面畫都是他畫的，然後原來他又自己都開民宿，超多啊，展覽很多啊，賣出去也更多，要再畫哦，有時間的畫啊，那個白白的就是第一，表示那个养分很好，很充足。哦，白色的地方，白色的这个就是第一。哦，有第一就真系好，好好，所以有第一。系啊，秘境。哦，他可以看到那个神秘沙滩，小心小心。哇，好走走走走。这边下去那个是哪一个海滩啊？
超級幸運啊！可以睇到日落，好靚啊！嗰啲超好彩，太美了啦！好熱啊！不如去呢棟樓就係，依然好充分，好味。謝謝，我最揀咗我最中意嘅紫色，佢係冇加冰，所以係。類似室温，但都是涼涼地。你嚟食咗一餐啊，仲有呢個飯未先。Drive around in our Mercedes. We're out all night.